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。我们现在是在康州的新布莱登美国艺术博物馆，这里有一个刚刚开始的展出，叫做 Northeast， 因为今天是它的 reception。 我们现在正好看到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品的画家田辉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您这么大一幅画来参展，这个您在从新泽西过来吗？是。对，新泽西烧烧案子。对，当然您这三个人物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安迪沃霍，这一般都知道，那个白头发的可以看的安迪沃霍。中间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个音乐家，叫 Daddy Harry。这个是他的 husband， 他是作曲家。对，他们两个人是应该是在60年代到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对音乐家。对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三个人会在一起呢？那安迪沃霍他在做那个。有一段时间他是专门做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的肖像，就是那个丝网印。他呢就有一天就是邀请这两个艺术家，他实际上是到他们的工作室就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后把它做成丝网印。我呢就知道他们三个人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的交往，我想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画一个反美国文化吧，美国文化艺术。他们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有影响力。70年代。他等于是在 Fine Arts 方面、艺术方面是非常有名的。他们两个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在音乐方面他们是最大的音乐家。这个还不重要，关键是他们的肖像，尤其是那个歌唱家这个女的，拍了很多照片，做了很多他的作品。我就想把他们三个人，对，把他们合在一起，用我的一个比较怎么讲，有一点表现主义风格的。对。这个我想尝试一下吧，这样画的。那这个颜料也很特别啊，这个白头发这个有立体感。因为安迪沃霍本身就是个白头发。对。然后我想跟那个他的先生那个黑黑的头发形成一个对比，然后他的头发是黄色的，这个这三个头发本来就有意思。这也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。其实也差不多是为这个展览。这个展览因为它的尺寸限制最大不能超过84英寸。对。那我这已经到头了。对，你可以看到可能是整个展览中间是最大的一个展览。对，它这个展览要持续到8月28号。对，这个月28号。对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到这个康州这边来，哈特福特附近。这个环境还不错。对，它收藏了很多美国，大概是在对19世纪、20世纪，然后对。他有一个听说这个奔登画是美国当地本土艺术家，他非常有对，可以来大家来看一看，这个有劲啊。这个展览当然我还觉得还不错。对，你也在这边看到一些画家朋友啊，遇到一些很不错。那行，碰到一些新的朋友吧。对，那不错，那祝贺您今天来参展，我们也希望。以后经常在各个画展看到您的作品，好，争取吧，谢谢，再见，好，谢谢。